咁我今日嘅標題咧就係如何跟別人聯繫。Nice， 咁我知。係好快咁樣聯繫喎。Reach。咁我以前喺美國嘅時候咧，我有一啲我個生意嘅指導啊。佢嗰陣時教我做生意，好得意喎！我每一次同佢出去啲公眾場合啊，識新朋友啊，識新嘅生意夥伴啊，佢都好簡單咁樣可以同一啲陌生人五分鐘、十分鐘就已經交喂有一個好好嘅關係。跟住我喺度諗 ，OK， 我唔相信呢一樣嘢係佢天生俱來嘅。我相信呢一樣嘢，我哋每一個人都可以學嘅。跟住然後，我未來嗰幾年，我喺度模仿佢，我喺度自己讀書。跟住我發現咗，其實係人都可以學得識嘅。Come on！ 個問題係，當你知道要去點樣做嘅時候，你願唔願意改變自己？但係你太愛自己，唔願意去改變。咁首先你打開筆記咧，咁其實我想同你講下乜嘢叫做 EQ。EQ 情感嘅智商啊。咁如果你睇下咧，中間我擺咗一個 EQ 啊情感嘅表嘅。咁你可以見到好似中間啊，右邊啊紅色啊係憤怒，跟住憤怒隔離咧，你可以睇到唔同嘅原因啦，可能俾人令我哋失望啊，可能俾人侮辱啊。等等等等，然後再基本上再細微啲咁樣去分析嘅。咁有好多時候，我哋嘅問題就係我哋見到一個人有情緒嘅時候，我哋唔識點樣去睇或者處理。有冇試過有一次可能你嚟教會，跟住有個弟兄或者姊妹頭耷耷，平時好開心嘅，跟住你話誒，佢好似好唔開心喎，等我過去同佢講下笑先。等我過去串佢幾句先。基本上，原來火上加油啊！人哋本身已經唔開心啊，仲俾你窒多幾句，更加唔開心添。咁有可能呢一樣嘢就係你傳福音嘅時候，你都喺度做緊嘅。咁有可能你原來好識聖經，帶咗好多朋友，可以識到好多新嘅朋友，但係個問題係缺乏愛，你。就算有很多知識在神的眼中都不算什麼。去哥林多前書第八章第一節，我看看第二後面那一句，但知識會使人自高，唯有愛心才能造就人。你有沒有試過跟人聊天，他們什麼都懂的，但他們很高傲自大？有，你說 OK你乜都識，但係因為你太高傲自大，我唔想同你做朋友。反而可能你一個朋友，可能佢教育程度唔係太高，但係佢心地好，佢識關心別人。你會揀同邊個做朋友啊？我好明顯客户姐啊。你會揀第一個嘅原因，可能就係你同佢係同一類人。物以類聚啊嘛，你自私嘅時候，你身邊啲人係點樣啊？自私嘅咯。你驕傲嘅時候，我有身邊啲人都係驕傲自大。所以我哋基督徒要學識點樣去處理自己嘅情感啊，別人嘅情感啊，同埋嗰啲好鬼情緒化嘅情感。貼撒羅尼迦書第五章第十四節。我看看保羅他叫基督徒怎樣去對待不同的人。此外，我勸你們要告戒懶惰的人，鼓勵灰心的人，扶持軟弱的人，耐心對待所有人。所以你看到神對我們的期望，不是叫我們哇用同一個方法一條龍打天下，這樣對全部你所認識的人。你想想，如果我認識一個可能原來比較內向的，我不會用這個語氣跟他聊天啊。喂朋友，第一次來教會啊，好高興見到你啊。 OK， 你覺得怎樣啊？你就入廁所啦。但是問題是有很多我們都不懂一些 很基本 的社交技巧。所以今天我原來將我自己犯過的錯原來和經文跟大家分享。
我哋第一個要點，第一個要點，有咩原因令到我哋唔可以同別人聯繫？基本上有乜嘢令到你同一個想做朋友嘅人有一個隔膜？Well, 咁你諗下，其實每一個人，即係每一個嚟到教會啊，嚟到我哋學校嘅 Bible Talk 啊、查經班嘅朋友，你諗下，尤其是今個星期 Reading Week， 閱讀週，我知中大啊、香港大又係，你諗下，有一個人佢會專登翻嚟港大學校參加你星期三一點半嘅 Bible Talk， 你諗下呢個人。他想做什麼？認識朋友啊。Right. 有誰會專程用自己的時間，用自己的錢，去一個很多陌生人的地方？因為原來他就是想去。很多人都是去，是因為想交心，認到知己，認到新的朋友。那個問題就是，當他們來到 Bible Talk 的時候，他們找那種朋友，是不是你？定係第二個人？定係第二個人？你諗下，唔係好合邏輯喎。即係好似我哋邀請咗個朋友今日嚟 Bible Talk， 佢嚟咗啊，跟住佢入到嚟嘅時候話：，嘿，我唔講嘢，我唔想識新朋友。咁你諗下有啲唔合邏輯喎。佢哋花咁多時間、咁多錢嚟做乜啊？佢哋入咗間房嘅時候，佢哋。基本上一眼啊，一開始嗰一幾分鐘就已經喺度諗緊 ，OK， 邊幾個我可以做朋友，邊幾個我連 hello 我都唔會講。哇！所以其實講到呢個問題，好多時候咧個問題都係喺我哋基督徒嗰度。嗯。其實係一個好消息，因為如果個問題係喺別人度嘅話，你改變唔到。但係如果問題喺你度嘅話，你可以即刻改變。就好似如果我同我老婆婚姻唔好，因為我問題，哇，好消息啊！我可以今晚即刻改變。Come on！ 但係個問題係一個我控制，如果係我控制唔到嘅話，哎，大鑊啦，大鑊啦！哎呀，死啦！我哋嘅婚姻係一個外來嘅原因影響到。咁其實好簡單，唯最最最基本講呢個將你同人隔開嘅原因嘅理由就係、是。自私，自私，我哋睇下箴言十八章第一节。我英文都摆埋落去，因为佢比较贴近希伯来文嘅。孤傲者独善其身，他怒恨一切真理。我睇英文咧 ，An unfriendly person pursues selfish ends。咁你谂下，当一个人自卑、缺乏自信。什麼都覺得、哦、沒有安全感，別人不喜歡我，或者自高自大的時候，很自自熱或者內向 ，OK， 縮埋一個內向。嗯、其實很多時候呢一啲態度咧，別人見到你的時候，一眼已經睇得到、嗯、你有冇試過喺一個聚會的時候，有一個朋友坐在個邊角落頭度，跟住縮埋一嚿啊？有幾多人會自自動動行埋去話，我好想跟呢個人做朋友啊？好少嘅喎，好少嘅喎。所以你看到最大的原因將人別人跟我們隔開令我們聯繫不到就是因為我們自私、有誰喜歡跟一些自私的人做朋友的有的話舉手有的話舉手 OK 一個都沒有一個都沒有我們有可能覺得、欸、我不是很自私而已即是我來到教會的時候又跟人聊天我對神有慷慨有奉獻又給錢哇！我在教裏面做很多事啊！你可以外表上做很多事但你情感上你不付出。我俾一個例子你啊！我俾一個例子你啊！你翻工朝九晚五放工之後，可能出去傳一個福音，一個鐘福音，跟住翻到屋企嘅時候，你見到你啲室友需要幫助，話唔幫。我已經翻咗八個鐘工嘅喎，我已經出去做咗我基督徒嘅職責嘅喎，傳個福音嘅喎。我回來這個時候是我嘆的時候、你想想一個媽媽誰會這樣做、你想想你想想媽媽 OK 哇一天 做完十個小時 的苦工
翻到屋企見到小朋友肚餓，唔通話係咁啦？你見唔到我做咗十個鐘賺錢揾買餸俾你食啊？你唔會見到呢啲例子咯，一個好媽媽。我記得我以前我媽咪，我記得哇，以前細個嗰時，佢發高燒啊，佢都出去翻工，因為佢知道佢唔翻工嘅話，我同我兩個家姐會冇飯食。我就係講緊呢一種情感嘅付出啊，情感嘅付出。哥林多前書十三章一至三。如果你去做一些基督徒所做的事，就好像跟人聊天啊、傳福音啊等等，但如果你背後沒有發自內心的愛，其實你仍然不會觸摸到別人的心。有很多人會 見到你的時候會覺得 OK， 你是一個很奇怪的宗教人士。你去教會讀聖經，但我在你身上我看不到愛這件事。咁如果我喺你自稱為基督徒呢個人身上，我都感受唔到愛啦，咁我點解要去你教會？我點解要成為一個基督徒啊？我翻去揾我啲豬朋教友，佢係對我更重，比你更加好添喎。哥林多前書十三章一至三。即使我能說人類和天使嘅各種語言，如果沒有愛，我不過像框框作響嘅鑼。即使我能作先知講道，又明白各樣的奧秘，而且學問用博，甚至有移開山嶺的信心，如果沒有愛，我仍然算不了什麼。即使我傾家蕩產，救濟窮人，甚至舍己捐軀，任人焚燒，如果沒有愛，對我也毫無益處。你見到使徒保羅，他學問很高，但他說我懂講道又怎樣，我沒有愛有什麼用啊？有什麼愛啊？那我希望今天這個講道可以啟發到大家的心，記得我們去愛人並不是因為我們期待有回報，我們去愛人是因為神首先愛我們，然後我們無私無條件地去愛別人。腓立比書第二章三至四、三至七，凡事不可自私自利，愛慕虛榮，要心存謙卑，看別人比自己強，各人不要只顧自己的事，也要為別人的需要着想。你們應該有基督耶穌那樣的心腸，他雖然本質上是上帝，卻沒有緊緊抓住自己與上帝平等的地位不放，反而甘願放下一切，取了奴僕的形象，降生為人的樣子。點解耶穌咁偉大？點解耶穌佢對呢個世界影響係過去兩千年嚟比任何人、任何領袖、任何國家領導、任何政治家更加有威力？因為就係呢段經文，佢選擇去愛人，就好似一個奴僕咁。True。有好多時候，我哋出去傳福音，講真，個出發點係自私嘅。我想幫人哋受洗，我想幫另一個人成為基督徒，全部都係關於你嘅。其實有樣睇嘅，有樣睇嘅。Come on！ 我俾好多錢教會，因為我想別人睇到我對神有幾咁慷慨。Wow！ 所以見到其實有好多時候我哋去愛人，背後都係一個自私嘅原因。變成一盤生意咁咯，利益化咯，利益化咯。大家最上一次去關心一個人，冇任何原因去關心一個人係幾時啊？可能你打電話俾佢哋啊，問你最近點樣啊？唔係因為你需要佢哋為你做什麼而打電話俾佢哋，又或者弟兄姊妹或者一個新朋友啊，你同佢一齊喺度 Bible study 嘅新朋友 ，OK？人家家庭狀況你知不知道啊？人家搬屋你知不知道啊？如果我告訴你 OK， 可能你完全地愛他們，你幫他們搬屋，哇，做牛做馬，但最後他們都不會成為基督徒的，你會不會繼續去做啊？哇，come on。還是你知道，哎呀，哇，對聖經沒有興趣啊？OK，不認識你啊。哇。這些就是
宗教化同埋基督化咯。True。唔好宗教化，出邊有呢個世界已經多宗教人士啦。True。呢個世界少好少好少基督化嘅人。第二個要點啊，呢個好玩啊，肢體語言。咁啱啱第一點基本上講咗個最大嘅問題就係自私啊。我係有時候去愛人都係出於自私嘅心。咁我哋而家講下一啲明顯啲嘅嘢嘅肢體語言。Come on。咁其實有好多研究咧都講都定論咗話，當一個陌生人見到你嘅時候，喺七秒裏邊，佢已經潛意識同自己講，我想唔想同一個人做朋友？Right。我應該會同你哋分享有咩因素啊？Come on。OK。跟住然後。你話開題嘅七秒，跟住由你同佢去講七分鐘嘅偈。佢哋之後嗰七分鐘，如果佢哋一開始七秒係中意你嘅話咧，佢哋會潛意識揾理由話啊，我中意呢個人係應該嘅。Right。 我應該同佢做朋友。呢個人啊 ，OK， 哇，佢高學歷啊，我同佢做朋友。但係如果你一開始嗰七秒俾佢哋嘅印象係差嘅話，佢哋之後嗰七分鐘裏邊潛意識。會喺度揾盡所有嘅理由，合理化點解佢哋唔中意你。哇！哇！呢個人，哇！你睇下，哇！你睇下佢同我握手時候死魚咁，哇！哇！你睇下佢同我傾偈嘅時候，都唔望我嘅，掛住喺度望手機。哇！唔做朋友，你見唔見到啊？嗯、見唔見到啊？但係同一時間。我哋可以好好咁樣把握呢個機會，因為如果你一開始嗰七秒，你嘅肢體語言係好嘅話咧，我可以 guarantee 你出去識新朋友嘅機會同埋 keep 住啲新朋友機會係高好多嘅。咁我哋睇下講下自信呢一樣嘢先，咁我會而家 list 一堆好嘅身體語言 ，OK？ 唔係壞嘅先，都係壞嘅先。Come on！ 你有冇試過同人傾偈嘅時候，佢哋係唔係望住你雙眼㗎？有。哦，係咯。哦，係咯，即係咯。啊哈，Oh my god！ 如果你喺出邊做嘢嘅話咧，你係咁樣望你老實。interview 你嗰個人嘅話咧，你好大可能係唔會有呢份工嘅。因為佢見到你嘅眼神唔敢望佢嘅時候，咩意思啊？你喺度隱瞞緊一啲嘢咯。因為其實嗰句係啱嘅，即係你睇隻眼係我哋個心窗嚟噶嘛。如果你心冇愧嘅話，你應該我嘅個個都望到啊。但係如果你收收埋埋啊，原來心裏邊好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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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謊言啊！我咁自然你教會匿埋啦，係咪？Okay。 又或者你同人講嘢嘅時候，今日點啊？嚇？啊 ？OK 啊，OK， 一樣。你同人傾偈，你做乜用隻手揞住塊面啫？閃閃縮縮啫。又或者喺度摸條頸咯，啊。又咪縮埋你嘅手，縮埋你嘅手，縮埋你嘅手。No way！ 哦，呢樣最衰嘅，Hey Jackie， Marcus 今日點啊？今日過咗點啊？你哋？幾好啊？幾好啊？今日做咗啲咩啊？做阿西文。哦。唔好意思，繼續講。唔好意思，繼續講。我唔講 ，OK。原來話，你知唔知點解呢樣我話最衰啊？因為我經常講到嘅時候，有好多弟兄姊妹都係打喊路啊。會場唔係好大嘅啫，我睇到嘅。你而家問下 Marcus， 啱啱我打喊路嘅時候，佢心有咩感受？有咩感受啊？就係你冇認真。你唔被尊重啊，係咪？咁你諗下，當我哋即係你諗下，如果我哋聽神嘅話語都可以唔尊重神嘅話語。更何況我哋對人嘅時候咧，哇！好嘅身體語言 ，talk about that，eye contact， 望住人，有笑容，
並唔係咁樣，有笑容，有笑容。OK， 唔好駝背，整厚啲 ，confident 少少 ，confident 少少。有一樣嘢好得意啊，可能你哋去過外國，你會發覺外國人，尤其是白人、美國人啊、澳洲人啊，佢哋呢啲社會啊、社交技巧咧，佢哋好自然嘅，握手啊好緊，原來行路嘅時候好挺直，好多笑容。點解啊？因為佢哋基本上係咁樣長大嘅咯，咁樣長大嘅咯。反而有好多亞洲嘅國家城市係冇呢一種氛圍嘅。Right. 但唔緊要，我哋可以學。Right. 因為以前我喺美國嘅時候，我都唔識呢啲嘢。Come on, G. OK。同埋下一樣就係你講嘢清唔清晰？你問你出去邀請人哋去 Bible Talk 或者去教會，唔好意思啊，我識出嚟教啊。講咩話？嚇咩話？唔好意思，我識出嚟教會啊。Bible Talk 噶嘛，星期三晏晝啊。有很多時候我們以為自己說話很清晰，但是我們說話是兩碼一嚿的。 OK， 其實我想也是一個原來香港的文化，好像吃了飯沒有？吃了飯嗎？是不是多人做不代表是好？ Come on， 多人做不可以是好。你試一下你學校裡面那些 presentation， 你試試這樣做。你看 professor 給你多少分？ OK，握手 ，OK。Jackie， 你見唔見到啊？係緊嘅 ，OK。我試翻一種唔好嘅，睇下。係咪死魚啊？我就 Jackie 係捻住噶，我就 Clara 死魚。我記得有一次我去恒生銀行開戶口，嗰度個高層經理佢俾咗個死魚嘅握手我。跟住我喺度諗，我唔想喺呢間銀行開户口啊！點解啊？同埋佢隻眼閃閃縮縮嘅。跟住我喺度諗，哇！你高層經理嚟嘅喎，真係，我仲諗住將啲錢擺喺你銀行添。你望都唔敢望我，你俾我咁嘅死魚我。我去揾第二間銀行啊！跟住我去第二間銀行嘅時候，哇！嗰個後生仔，端正。Yeah. 他本身靚仔嚟嘅，佢端正又即整頭又著住西裝。我跟他握手的時候他直接看著我，是梁生你好，服務態度又好，說話又清楚，然後我想 OK， 我換銀行是沒錯的。你想想連我一個基督徒我都是用這些東西去判斷別人，你想想一些沒有宗教信仰的人，他們去判斷我們的時候用的是什麼標準呢？一些更加嚴苛的標準。 True. Come on. Okay. 那我們下一樣，我們講一下英文叫做 mirroring， 即意思就是好像你去怎樣模仿對方的身體語言。我們去哥林多前書第九章十九至二十二，我們看看保羅他將自己打造成為什麼去贏取別人的心。我雖然是自由之身，不受任何人支配，但我甘願成為眾人的奴仆，為了得到更多的人。面對猶太人，我就做猶太人，為了要贏得猶太人。面對守律法的人，我這不守律法束縛的人，就守律法，為了要贏得守律法的人。你可以見到保羅，基本上他對著不同種類的人，他就會嘗試變成他們，可以跟他們同一個層次這樣去傾偈交心。所以我在教會裡面，因為大部分都是年輕人，我年紀最大的，我知道你看不出。我本來今天打算呢跟 Samuel 啊、Marcus 啊、Alvin 啊，我們走去隔離中環家市那裡打街機的。咁跟住然後咁我打今日打電話俾阿 Samuel 家姐嘅時候 ，Hillary 啦。跟住我話，今日我諗住帶你細佬去打街機啊。跟住阿 Hillary 佢話：嚇，牧師都可以咁樣做嘅咩？哇，用牧師都可以同啲弟兄姊妹打埋一片㗎。
我話中文唔得啊？點解我咁樣做啊？因為我想同啲弟兄建立更深嘅友誼咯。我唔想每一日都喺度高高在上，我係牧師，我係教會領袖，你哋要尊重我。如果係我係 Samuel 嘅話，我想唔想人哋咁樣帶住我啊？唔想。我想一個朋友，一個比我識得多嘢或者體驗多嘢嘅朋友，但我想呢個人始終都係我嘅朋友，真心關心我。下次再練過。今天 Marcus 好犀利啊，真係贏曬我哋啊！真係，哇！追我九條街都唔夠佢追啊！真係，頭文字 D 我哋玩。哇！係啊。OK 。OK。頭文字。咁 mirroring 即係基本上係模仿對方嘅身體語言，其實係咩呢、其實好簡單。我俾一個示範你，好似你同人哋坐低傾偈嘅時候，咁如果呢個朋友佢講心事啦，然後佢咁樣，佢傾錢，呢個時候你覺得你應該傾錢啦，定係做第二啲嘢啊？話應該傾錢啦，因為你佢會 feel 到哦，呢個人係真係留心聽緊我嘢嘅。但係個問題就係，原來我見過有好多，尤其是弟兄，當一個人跟你傾偈的時候，原來很真誠啊！講嘢嘅時候咧，我哋有很多基本上都是喂馬。哦，係啊。哦 ，OK。按下腳咁啊。Oh no way！ 因為我見過，因為我見過。你想想當別人跟你傾偈咁真誠的時候，你咁樣做，佢點會想同你做朋友咧？又或者你出去識新朋友的時候，同人哋 you know 又想可能同你傾多傾多少少，認識下你啊嘛。但你就係掛住哦，俾個 WhatsApp 我，俾你個 WeChat 我，俾你個 IG 我，跟住人哋會諗 OK， 咁你究竟係想同我 IG 做朋友啊，定係同我做朋友啊？其實我好想表揚我第一個姊妹 Melissa， 因為我有很多時候我喺學校見到佢傳福音咧，佢同一個人傾偈，我有一次見到傾過半個鐘，傾過半個鐘，跟住我半個鐘後我翻嚟啊，繼續傾緊，但係個對方個女仔佢好開心喎，跟住最後咧，基本上佢哋走嘅時候咧，個女仔係攬住阿 Melissa 嘅，哇哇好多謝你今日原來停低我同我傾偈啊！跟我傾偈啊！你真的很友善啊！你想想這個女仔覆 Melissa 的機會高啊，還是你截停人家，因為你想拿人家 IG 或者 WhatsApp 的機會高啊？ Come on！ 哪個人回覆你的機會高呢？OK。又或者，原來我有一個很好的 mindset， 如果你跟一個你暗戀的對象傾偈，你肯定咧會好多好，即係你會基本上係唔會做嗰啲小動作嘅，你肯定會好留心啊，好好笑容啊，突然之間講嘢，哇，好似莎士比亞咁啊！哇，突然之間，哇，你啲記憶好好啊！我哋話哦，係啊，我記得你，哇，兩年前你同我講嗰個故事，我記得啊。點解？因為你中意佢啊嘛。咁點解你唔可以？咁如果你可以對住一個你喜歡的人有這一份這麼真誠的愛，為什麼對一個陌生人不可以這樣？你想想，如果你對一個陌生人這樣做的話，你覺得你每一天可以交到多少新朋友呢？多少新朋友呢？那之後還有一點東西，就是等等，關於 mirroring 就是你說話的速度，你講嘢嘅速度，你知唔知道通常我哋講嘢快嘅時候咧，尤其是你喺學校咧，同啲陌生人咧，可能佢哋遇到趕住去上堂啊，或者佢哋驚啊，第一次為咗陌生同我講嘢啊。如果你同佢講嘢講得好快嘅話咧，其實係令到人哋緊張嘅。因為人哋可能已經少社交啦，但你講嘢又攣又快 ，OK。又或者好似啱啱我講過話，人哋可能比較內向嘅，你係咪大大聲聲咁樣去學人哋啊？
又或者人哋可能如果係好有自信嘅，好大聲嘅，你係咪好似鵪鶉咁樣去同人哋傾偈啊？所以你見得到好多時候，原來神期待我哋去好似水咁樣咯，識變化嘅咯，因為佢想我哋贏得更多嘅人。又或者語言，我講嘅唔係英文、粵語、普通話，我係講緊你同佢哋嘅頻道啱唔啱啊？就好似今日有個朋友，有個新朋友，佢菲律賓人嚟嘅，嚟咗我哋嗰個學校嘅 Bible Talk。咁佢有宗教信仰嘅，跟住我喺度諗 ，OK， 我如果我係咁同你講宗教呢啲嘢，有啲悶喎。嚇，不如我睇下你有咩興趣先。一講到籃球，跟住然後佢咁啱，佢中意嗰一隊，就係我以前喺芝加哥住嘅時候，我中意嗰一隊。跟住基本上佢講佢識嗰啲球員，同我識嗰啲球員，我個個都可以講個名出嚟，個姓、個名，同埋佢哋而家嘅狀況喺邊度，我都可以講出嚟。因為嗰時我對嗰隊籃球都係好有熱情噶嘛。跟住佢就話：哇，你都中意嗰個年代嘅公牛隊啊？跟住我話係啊，即刻有一個共同點。我下次打電話俾佢時候，我係有咩講啊？喂，有冇睇到最近佢哋個球賽啊？但我哋有好多，我係同人哋傾偈嘅時候唔係咁嘅咯。一打去，喂喂喂喂，我話聽日有個 Bible Talk 啊，嚟唔嚟啊？我唔得閒。OK， 下個星期啊，拜拜。跟住下個星期。喂喂喂喂喂喂喂！我哋聽日個 Bible Talk 嚟唔嚟啊？哦，唔得閒啊！跟下個星期，基本上人哋直情唔聽你電話添。Right。所以你見唔見到啊？人哋係想揾朋友，唔係淨係揾個宗教信仰嘅夥伴。True。下一樣嘢啊，咁呢樣嘢其實我覺得係最重要嘅，就係你嘅喜樂啊。你嘅喜樂。人自知，你諗下。你睇下地鐵嗰啲廣告，通常佢哋都有一個靚仔靚女啊，好好笑容啊，係咪？攞住啲洗衣水都笑住，點解啊？因為呢啲生意人佢哋知道喝喜樂係吸引到人噶啦。但係有時候我出去傳福音嘅時候，我哋話我同啲人講嘢，哇，跟住一手接住人哋Bible Talk。我哋學有 Bible Talk 嘅名場啊，就邀請你啊。你咪當你咁樣做嘅時候，人哋叫你一個陌生人咁樣截住人哋，你覺得人哋有咩反應啊？傻咗。基本上咪會開始自己保護自己咯，自己保護自己咯。但係如果你喺人哋喺度行緊，你喺佢旁邊慢慢行，即係同一個方向，跟住話：，誒對鞋好靚喎。誒，你中意你以前喺芝加哥住啊？誒，你以前喺澳洲住過啊？我記得你有個牌喎。你話基本上咁樣講嘅時候，啲嘢咪好自然咯，好自然可以原來有一個容，即係開開心心嘅話題，可以原來破冰，並唔係喺條街度突然之間俾個陌生人截住。之前其實我等我掟阿 Dan 叔上台先。阿 Dan 叔，唔係我哋愛佢。咁之前咧，佢喺廣大傳福音嘅時候咧，尤其是佢著住套西裝，戴住個黑超，跟住我同佢傳福音嘅時候咧。跟住我係嘗試教佢啊，即係好温柔咁啊，接聽人哋啊。但係佢唔係喎，佢就基本上係行埋去。Love you, Denzel。跟住我叫嘅時候話：，喂，兄弟，你冇咁樣做啊！第一，你又亂髮，又著住西裝，又著住黑超。喂，你做一個星期，啲人成年都記得你啊！人是想跟隨開心的人，所以我想表揚我老婆。因為 Dimas 是一個十分之開朗的人，所以我成日同佢喺學校傳福音咧，啲女仔好自然咧就會被佢嘅笑容吸引到啊。有時我喺度諗，哎呀，做咩我同出去傳福音廿分鐘，我老婆攞咗識咗5個新朋友，我一個攞唔到嘅咧，點解咧？我原因就係佢嘅喜樂同我嘅喜樂。區別好大。Come on, Chi。尼希米記第八章第十節。Come on, Chi。不要悲哀，因為從耶和華而來嘅喜樂就是你們的力量。Let's go。所以你睇得到，當你有喜樂嘅時候，你有動力去做嘢，同埋會令我哋做嘢嘅功效更加有效。
preacher 唔開心啊，成日喺度投訴啊，成日發脾氣啊，好情緒化，或者會令到人哋係唔想去認識神嘅咯。真係啊！我記得之前我啱啱信教嘅時候，我去一間教會。我入到去嘅時候，我記得門口咧有兩個基本上嗰啲招待啊，ushers。咁你諗下，企門口肯定應該好友善嘅啦。唔係喎，我仲友善過佢哋喎。跟住我喺度諗，哇，做咩咁嘅？唔應該原來好歡迎人哋嘅咩？就係嗰個咁嘅interaction， 令到我之後都冇翻去嗰間教會啦。跟住同埋，原來我同我哋教會嗰啲歡迎嗰啲 ushers 咧，喺樓下嗰啲咧，我每一次叫佢嘅時候，我都話笑容啊，笑容啊，因為你諗下，人哋第一次嚟教會，可能邊個都唔識。如果一開始喺門口就有兩個好鬼嚴肅嘅人啤住佢哋，有邊個敢上嚟啊？上到嚟第一關啫喎。第二關就是上到嚟嘅時候，見到幾十人衝埋嚟，就好似磁石咁，正面吸引負面，係嘛？正同埋負 ，positive 同埋 negative。但係兩個 negative 嘅時候會點啊？彈開咯，彈開咯。羅馬書十二章十一至十三。要殷勤不可懶惰，要常常火熱地侍奉主，盼望中要有喜樂，患難中有堅持，禱告中要有恆切，信徒有缺乏要慷慨幫助，客人來訪要熱情款待。點解教會裏面弟兄姊妹都係常常火熱啊？就係因為佢哋知道，如果佢有一晚唔火熱嘅話咧。他有可能會令到一個想認識神的人過一晚不想認識神，所以他們去到一間教會進到去的人是冷冷漠漠，不是很想跟新來賓聊天的話，你要問一下這間教會他們究竟是不是想拯救世界的，但是他們覺得哦，我自己有個宗教聚會我很開心，原來我是基督徒，我看看別人是怎樣看耶穌的。路加福音第七節三十四，人子來了又吃又喝，你們就說看啊，他是個貪吃好酒之徒，與碎士和罪人為友。耶穌的聲譽是怎樣啊？ Party boy 跟別人經常去玩啊，去吃啊，連不信教的人都想跟他。那我想問大家，當一些不信教的人見到你的生活，他們會覺得哇，你生活很精彩啊，我想跟你做朋友，還是說哇，你生活這麼鬼悶的，來來去都是教會聖經祈禱，教會聖經祈禱，教會聖經祈禱。Preaching 你想想，我們是跟一些不熟靈不識神的人打交道，我們只有一次機會而已，我們只有一次機會而已，冇人會冇有幾多人會話哇！佢哋係基督徒，我知佢心地好好噶，我知佢對我冷漠啲咧。其實我知佢心對我心地好好啊，冇人會咁樣諗嘅啫。你都唔會咁樣諗啦，係咪？如果我而家落嚟對你冷漠啲，你話有冇搞錯啊？你牧師嚟嘅喎。OK， 咁最後一個要點啊？最後一個要點啊？簡單啲，簡單啲，留心傾聽別人。我打錯咗字啊，別人，唔好意思啊。我们看看雅各书第一章十九。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请记住，每个人都要快快地听，慢慢地说，慢慢地动怒。箴言十七二十八，愚人观物可算为智慧，闭口不言可算为明智。其实我们跟人交流的时候，我们做得最差的一样，就是我们去聆听别人讲的。人哋講下講下嘢嘅時候，我哋有衝動想插把口埋去。其實有一個研究咧，佢話每一個對話咧，每十七秒咧，對方就有一個衝動想插把口嘅，截停對方插把口埋去嘅。我記得以前有一次，我喺美國嘅時候，咁嗰時揸車噶嘛，
咁我喺度入緊油喎，咁你知係油站，即係原來即係冇乜嘢做噶嘛。咁我見到對面嗰個人，揸架車幾靚喎，跟住我問nice car， 跟住然後你知唔知佢同我入咗油入咗二十分鐘，然後基本上佢邀請埋我去佢屋企開 party。點解？因為從來冇第二個人咁陌生人咁樣去關心佢。我記得以前我認識嗰啲朋友咧，其實無論喺美國、澳洲、內地都係啊。就係我因為我願意去聆聽佢哋，可能佢講啲嘢我唔係太有興趣，但我都係出於愛心去聆聽去關心。跟住好多時候，我都會係透過呢啲 interaction 咧，基本上會體驗到好多好多。如果我唔去愛呢個人嘅時候咧，係體驗唔到嘅嘢。我記得有一次，有一班女仔喺度派傳單，咁佢哋係一隊樂隊嚟噶嘛，派傳單。跟住我咪行埋去聽佢哋講嘢咯，傾下傾下傾咗半個鐘，跟住我哋加咗 Facebook。嗰陣時我哋仲興 Facebook 嘅 ，OK，IG，OK。跟住然後我記得佢哋基督徒嚟嘅，跟住佢又話：，阿新啊，上次同佢傾偈，覺得我哋幾好仔。我哋四月份有一個復活節嘅派對，我想邀請你同埋你啲朋友嚟。基本上去到佢間大屋，哇！然後哇，任食任飲任攞，唔係冇嘢攞，任食任任食任飲任交朋友啫。哇 ！Come on！ 你因為如果當初原來我淨係掛住喺度發表自己嘅嘢，嗰個體驗唔會發生，唔會發生。Come on！咁其實之後咧都有好多比較實際嘅，你哋可以自己去睇。OK， 但我最後一樣就係咧，其實呢樣嘢係真係會令人幾反感嘅。你有冇試過識個新朋友嘅時候，佢哋好循例咁樣問你嗰啲好悶嘅問題啊？哦，你讀咩 major 啊？哦，你係大醫藥幾啊？哦，你係喺邊度住啊 ？OK。你想想如果人哋嚟我教會嘅話，被人問咗109,000次啦。That's true。但如果你想想你問，哦，有咩令我你揀嗰個 major 啊？因為我知道原來讀醫啊，可能即係要成日捱夜啊，即係有咩令我你有呢個心去讀醫咯？或者社工啊，有乜令我你想做社工啊？係咪？原來你想去關心別人啊？你見唔見我同一個問題同一樣嘢，你可以深一層咁去認識呢一個朋友。反而我哋好多時候，原來喺度同人傾偈嘅時候，尤其是同弟兄姊妹啦，我哋就好似嗰啲宗教警察咁啊，喺度期待對方，喺度揾對方啲著。係啊。OK， 如果你講出一句説話嘅話，我責備你；如果你講出呢樣嘢，如果你犯罪嘅話，我糾正你。OK。有邊個想同呢啲人做朋友啊 ？OK， 咁下邊仲有好多好多practicals， 但係今晚冇時間講曬。Come on， Jay。如果我講嘅話咧，我仲需要多一個鐘。OK， 但我知道你係冇一個耐性。Come on， Jay。OK， 咁今日嘅標題就係點樣同別人更好咁樣去聯繫。咁我哋首先就講我第一個要點，點解我哋有好多時候都唔可以同一個聯繫，就係因為我哋嘅自私，有可能係你嘅表情表露咗出嚟，又或者你講嘅嘢表露咗出嚟，又或者你身體語言表露咗出嚟。咁如果你係一個經常識到新朋友嘅，但係佢哋成日唔復你嘅話咧，咁呢個係好大嘅可能。第二個要點就係我哋講身體語言，你嘅身體語言，你同人溝通嘅時候，其實你身體語言咧已經佔咗八成啊嘅呢個對話啦，八成個對話啦。咁你要諗下 ，OK， 我喺身體語言上，我係點樣可以更加去贏取呢個人嘅心咧？ Right. 我有咩壞習慣令到人哋唔想同我做朋友咧？呢一樣其實係會令我哋好謙卑。True。因為你要照住塊鏡睇自己，如果自己髮型唔好睇啊，要剪髮咯。如果自己口臭啊，要刷牙用朗口水刷條脷咯。如果啲鼻毛自己鼻毛長啊，要去剪鼻毛咯。你見唔見到啊？係真係去到嗰種好徹底、好貼地咁啊，係讓自己謙卑下來。因為喺基督教裏邊，當我哋得到教嘅時候，
我哋仲我哋唔係主角啦。我哋而家得個教話，我哋嘅職責係去救別人，讓佢哋認識耶穌基督。咁第三個要點就係用心咁樣去聆聽別人嘅説話，唔係淨係齋聽左耳入右耳出，係真係用個心咁樣去聽，然後問問題發自內心，想去更加認識呢一個朋友。咁同人哋有聯繫，唔單單係人與人之間生存嘅必要，同一時間係我哋拯救呢個世界嘅必要嘅必須。我同一個黑人做朋友嘅時候，我想比呢個黑人更加黑。我遇到一個東南亞嚟嘅朋友，我想比佢更加東南亞。點解咩意思啊？係因為我想同佢建立一個好好嘅關係，我可以贏取佢哋個心，然後我可以同佢哋傳揚上帝嘅福音。如果你想更加好咁樣去認識別人同別人交流嘅話咧，你同教會裏邊同你最唔相似嗰個弟兄或者姊妹，同佢哋約個時間一齊去靈修，一齊去祈禱。我可以話俾你知，你嗰兩三個鐘咧，你可以學識一啲好寶貴嘅課程。多謝大家，所有榮耀歸於神。Amen。Enjoy the fellowship。Enjoy the fellowship。